好，我是卓一智能叉车售后服务部的王强。这次我们跟随卓一人上行三项叉车项目来到了山东青岛，客户是一家意大利企业，主要从事车桥、空气悬架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制造。选择我们卓一是出于旧仓库升级改造的需要。我们为客户规划了整体解决方案，从地面到货架再到叉车都换新升级。1.75米的巷道宽度，7.5米的货架高度，横向纵向扩展仓储空间，大大提高了仓储利用率。超频地面加电磁力线，后期免维护。交付前，客户使用部门的主管也有去我们的安徽新工厂考察试驾我们的车辆，对我们的车间制造环境以及产品交付质量都非常满意。感谢客户信任，卓一不会让你失望。